们今天省酒厂的预算哦，大家都非常关心酒厂未来的营运方向跟生产管销的一个作业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大家非常关心。然后一来也给二厂做一个开厂的所以一个准备，我们也非常支持二厂的新建，以及金沙观光工厂的一个成立。哦、我们预算也4000万也通过了，就大家来关心这个酒厂的一个营运跟管理协调等等。哦、我想也是给酒厂一个员工的一个鼓励。
我未来有可能买这个包装，那个最主要，你知道吗？如果真的不够，现在还没有。我现在最期待的商标一下了，只要商标一下了，下一集团一个人讲，你只负责做酒，销的部分都是交给他，他来控制。所以未来如果下一集团那边现在目前还是木。上面还有两个啊，对，然后那间铁皮里面有，里面是机器跟仓库，它这个三个是占主供应办公室跟部分的。是一个方形，然后这边接这边进水，这边出水。好，刚刚那个就板立面，这一板用途都一样，是因为我们的量很大，它量比较少，可以用分子材。这个它还是通常把录影的量要去少，它只有39厘米。